真假的？这是榴莲的，我的妈呀，这一口好红。冰箱说是低无糖低卡路里的，这个它是300卡路里。好像还不错哎，我以为会很难吃，因为它说是无糖嘛。这个低卡咸面点差别蛮大的，好黏。啊，点个赞呗，谢谢。好了，今天就这些，赶紧吃。完美的。